还好，一个人的时候有点就不好，就不好，对呀、啊，那 人多了就无所谓了。那也挺好玩的。一个人加班是很无聊的，一个人加班。我就觉得一个加班太无聊了，要就不要加班，要就集体加班。真的，一个人加班那太安静了，这。对啊，你在那里做事情哈，然后其实你一个人加班是不是速度会快一点啊？回去。没有啊，速度也不会变的。差不多哈。其实气氛好一点反而会。还速度快一点哈。OK， 九点过了 ，Let's go， 回家都十点过了。回去我家还做差不多30多个。你们别走啊，等着我呀！